Uyan Siti.先做个自我介绍吧，来来来来来，三二一，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KY， 我是 SKY 的谢仁宇，我是 SKY 的小狮子郭振，我是左邻右舍都喜欢的 SKY 左邻杰，大家好，我是 SKY 的李希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KY 的 VC Fire 胡文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KY 的成员左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KY 的林墨林。哇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熟悉的感觉，对。然后今天其实挺冷的，你们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哇，我刚刚上台的感觉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才是最奇怪的那个，没发现我把衣服穿上台了。等一下，下一场的时候好不好？然后还有就是，因为我们这也是一个新团嘛，然后在场有很多就毛不易老师的就毛丝们，哎，不，对，然后还有张韶涵老师的，对，然后就希望大家，然后也能对我们多多的关照，对，然后在这看到大家很开心。上面那首歌的话，就是先给大家带一点挺暖一点的，对，燃烧的感觉，燃烧起来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燃就对了。哎，现在就开始吗？现在开始吗？等一下，那我也得先把衣服先给脱掉。哎，不过我想，再脱就没了。想不想看？你也要脱吗？你就只有一件吗？金黄色真的很亮眼，我看到了。
来吧。来吧。那接下来就是第二首歌，蹦。不好意思，先调一下耳板。我把耳板都给掉了，我的衣服都要掉了。等等，先问一句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这样子的光能稍微的温暖一点。不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是不是？我听到了。不，他们应该很暖和，他们人都挤在一起。对。我们也下去跟他们一起挤一会儿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，走。
才是应该把你抛下去，不是？不，算了。哎。喝口水吧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跟大家聊聊天，好不好？好久不见。辛苦你们了，下雨能在外面听我们唱歌。你也辛苦你了。在等很久了，是吗？有没有多穿衣服？我今天其实还下着一点小雨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希望你们能够。哇，这是我们团第一次来这种音乐节，要不然我们也挤一起说话吧。天哪，你注意点嗓子，多喝点水。大家也要注意保护好嗓子啊！大家都喝水。起来喝水，三二一，注意嗓子。哇，但看他们真的觉得好心疼，就至少出门还要带下雨伞之类的。对，而且我们是刚来一会儿这样的，看着一场很久了。你们都来了多久了？一天吗？啊，好辛苦哦，辛苦啦！回去要记得煮点什么红糖姜茶啊，红糖姜水啊，记得喝。然后洗个热水澡。毕竟我是能力有限，帮你们煮不了了。你喊一声，给我喊爸爸去。那可以，可以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今天晚上回去之后。我们几个当中，谁稍微煮点热乎的东西，然后大家一起吃啊？怎么来了？不是，就像刚才，就像我们刚才聊在房间里面玩的那个一样。照顾他人的责任 ，OK 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危险，好好照顾你自己。为什么点的话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可以。多吃点，无危险。可以。OK， 那么我们直接来到下一首歌，我们的新歌，很欢快的一首歌。来，这样吧，郭志，你来形容一下这首歌。这首歌我觉得其实跟现在特别符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的反义词而已嘛。那你们招手，非常贴近。歌唱完之后，这首歌就晴了。对，唱完这首歌就这场雨就不下了，好吗？不，等一下唱完之后下得更大了，怎么？我们OK OK OK， 那么就让我们带来下一首歌。哦，娜娜，对，你的笑容是我晴朗的，不要哦。你想载着我的云端，抹去阴霾的涂鸦，乌云都会亮亮的，漂亮的闪躲，我是绿色，风中是你我一切一画，蓝色的麦田西下。跟着我跑。
完美倾斜，然后送给大家，送给你们，这是我们的头像倾斜，我们的心也都是完美的倾斜。我家锅没有那么大，完美倾斜带给大家。我家的锅可没有那么大。我是可以看的。大家安静静听。地平线消失在眼前，颠簸着起飞。逆着风，甜蜜的航线穿过了一闪电。为何抓紧一些时间？一点一目标几乎擦肩，只差了一点。有梦的少年，泪水和汗。渴望至少明天，心中的信念，多少次失败也不念，就在时光的小数点，盼望突破每个夜，给你下一次，下一次，下一次完美倾斜。辛苦了，辛苦了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大家。